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天后 Jolin 蔡依林向来都是时尚 icon， 每每现身机场的时尚行头总能引发热议。不过近日她却被拍到疑似过于放松，让腰内肉现形，但仍被粉丝大赞她自然不做作。蔡依林日前现身广州白云机场，照片中蔡依林顶住一头慵懒的卷发造型，身穿白色素 T，搭配一身牛仔劲装，他更将 T-shirt 绑起，露出一小截腰，颇具时尚感。但不知是否因角度问题或者过于放松，看不见以往结实的腹肌，取而代之的是看起来有点肉的肚子。但粉丝们还是相当捧场，纷纷留言大赞美的不像话了，不好好梳头，穿衣也好看，美翻了。蔡依林向来是时尚指标，机场穿搭经常掀起讨论。翻摄自脸书，蔡依林将 T-shirt 绑起，露出一小截腰。翻摄自微博，蔡依林近日被拍到疑似过于放松，让腰内肉现形。翻摄自微博，